你就是穿衣服啊？明天呢？冷，又拿件棉袄出来。你里面穿那个不行了，里面要穿保暖的才行了，那个太薄了。可以啦，我这个是羽绒服，而且穿多了又热。妈，你这里这衣服怎么弄哦？别弄了，给个棉袄。有棉袄不得吧？被拒绝不要紧嘛。真的，我都还是带你买点棉衣。嘿，不行，我给你也给你订了，多给点了，我打算到乡里去，带你去见你亲家。你都有被被门上有的。有在啊？嗯。那我早点好的等边了。我带着啦，带着有啊，方便啊。我是不行啊，跟羽绒服是吧？哦，是的嘛，你要多穿点，那外面下雨，天气特别冷，外面穿件袄子吧。带了没有？带了那个木棉袄在那个柜子里面。木棉的也有啊，你穿木棉的衣服也可以啊。我就给你找一件，他的衣服很多的，那个棉袄。可以随便吧。啊，木棉，给老妈找件外套，天气外面那么冷。就这件吧。妈喜欢穿什么颜色？这个颜色她喜欢吗？妈喜欢红色，我又没大红色，到时候先将就穿嘛。等没下大雨了，我到时候带她去买嘛。嗯，好的好的，到时候带她去买几件衣服。你给点，那是羽绒服。嗯，我这个你给你要的，小不小？不小，不小，我这个就给你这个，还好干了。妈，你几个月没干到啊？记得你妈妈的，你还前期好不？前期哟，太远了，这是啊。嗯，带点么子东西去的？去买。哈哈，买点水果。买点水果了，俺那俺西边那俺是。把盐那是买水果，嗯，要得，这那么久，不用买什么了，什么都不用买。妈，走吧走吧，带你去见一下你的亲家嘛，刚好，哦，我妈呀，她也很想念你嘞，走走走走。嗯，买木嘞，买点那个柿子，随便买一点，买点橘子就可以了，嗯，柿子他们都不爱吃。先选点橘子，买点香蕉，这么大一罐，买点苹果吧。苹果奶油芙丝没啥说的，好多。买点那个冰，好吧，给小丫丫吃。再给妞妞和丫丫他们选点牛奶，给我妈他们也买一点。小家伙的就是旺仔牛奶，老妈他们喜欢喝这种牛奶，这种啊姐。嗯，他们喜欢喝这种，就给他们拿这种吧。要我呢就搞旺仔牛奶啊，差不多了，可以了。到家了吗？哎呦，亲家母哎，这里你拿那么多东西干嘛呀？我亲家母辛苦啊。没有没有，进来坐，进来坐。贵客嘞哈。啊？贵客。贵客。你要说你普通话噻。来进来坐。你看我们这个，来呀，再去。我们这个房子这里真的是吃不消呀。我们那里还好。蛮好，真的这样子挺好的。我们还是蛮好的。谁呀？这个是外婆。有你们叫外婆。啊，外婆。你叫什么？叫。坐月，这个月不坐，是你几哭了？是自己有一点上不来，在哭。不哭了，不哭了，慢慢算哈。我今天拉大水。我去倒。倒。老爸坐。见到亲家了，紧张，坐都不想坐了，是吧？不好意思啊。梦圆都帮老爸说了说出来心声。紧张不？这阿姨好年轻哦。你们要不要我倒水哦？不用不用，我没有年轻啊。他才五十岁，我有哪一个？42岁。你看到你要比我年轻好多哟，本来。没了，那还找到你了。我们现在变了好些嘞，你胖些，显得年轻些。我回忆，我哪里胖了？哥，你不是日饭夜饭吗？嗯，我就是日饭夜饭，晚饭来了。晚饭你可以多吃两碗饭了，要不亲家母也来了。我要多吃。那你老妈呢？就是怕你亲家母来，你就盼我就盼亲家公来。我这个小姐还没亲家公没来。应该把亲本来亲家公应该带过来吧。
主要家里要的，家里要的，这个这个理解。就像你们去哪里一商量，就是老妈出门，你不出门，一样的呀。我不来嘛，新加坡，那就得罪你，下次的你就不来新加坡来。下次一起来嘛。一起来，话都不会说。我是开玩笑啊。他想来嘞，我来了，他想来嘞，想来了。他说我也想跟人家开车来了。啊，对，等我生宝宝了，自再开车过来。因为湖南那边家里面事情也多，你们妈要不是说我也要生宝宝了，她也不会过来。鸡啊，养的猪啊，鸡啊，鸭呀，那么多只，鸡哦，养那么多鸡。那我嫂子好。他爸妈好好。爸妈鸡有的嫂子都好，都好好。那几个妈都好好。爸妈呀，妈呀，新疆哦。哎呦，还搞这么多水果，没什么，这柿子里面没有吧？嗯，我那个刮过来刮了。不用刮啊，我刚刚吃橘子，吃橘子嘛，这橘子也很甜的。我吃了，刚刚吃了。人家母妈一地方是鱼米之乡，什么都有。我们这里有的东西，他们那里有；我们这里没有的东西，他们那里还是有。我们那里还没有那个，没有这个鱼柿子的。那我就刮过来刮一刮。